这个战争的时候，都连日本的当局、美国的当局都已经看出来，这个战争哦，美国会赢，已经看得出来。啊，但是咱台湾人老百姓哦，拢也唔知，其实拢也唔知，你外口大海战，啊，刷落去美国叫做哦。因为日本是占啊多位，伫太平洋战争的时候是占啊印尼，哦，为台湾路南菲律宾来占起来，菲律宾国南边是印尼，哦，啊马来半岛，哦，香港、马来半岛、新加坡拢占，啊，到啊澳洲，澳洲也袂占，哦，日本占几多？啊！日本占这么快的所在吼，这个，但是1940年因为海战失利哦，这个海军的掌控权哦，就交给美国手。啊，这海军哦，以前哦，空军拢属海军管。以前哦，海军是拥有空军，因为航空母舰出力哦。啊，这个美国做吼。被反攻以后，我这个越岛战术就是讲，我这个岛给你占，赢，刷落去跳过这个岛，你的防守真好，我无管，我越过这个岛，再来进这边，叫做越岛战术。啊，这个越岛战术讲实在的吼，就是头一个提印尼来，哦，印尼有。几万的岛，但是伊主要来接的较多好。啊，越过菲律宾，要来拍台湾。所以，阮细汉的时候叫做造空袭，美国的迄个飞机哦，叫 B-29，真大啦，真大只，来个台湾轰炸。啊，以后 B-29哦。阮迄个时阵哦，讲哦，这个人哦，真大颗哦，叫做 B-29，哦，啊，即摆恁无咧留言讲叫迄叫 B-29，即摆 B-52也较大千嘞，B-29，啊，即个越岛战争是要准备攻台湾，啊，越过琉球群岛要去拍日本，伊安尼越啊，即款越法。但是啊，这个美国的那个联军统帅哦，那就是美国的那个将军哦，麦克塞哦，本来是在菲律宾，伊是统治菲律宾，啊，统治菲律宾，啊，叫日本人打败，他就走啊澳洲去啊，啊，伊就头一日就占印尼。顺利了，因为海军赢嘛，就占印尼。刷落应该越岛来占台湾，哦，但是伊讲不是，爱占菲律宾，因为伊有讲一句哦，世界的名言叫做 "I shall return"， 我将要回来。一失去菲律宾，啊 ，I shall return， 就讲我会回来，就去打菲律宾。啊，台湾呢，无停了。转去拍琉球，所以咱大家注意，这个就是讲，为什么这个美国军队无登陆台湾？啊，伊阵其实台湾已经准备要来赢，啊，去登陆沖繩就是琉球，啊，这个越岛战术，我大家知影个，乃美军来弄台湾。我当然台湾定掉，哦，所以最近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投降，因为1945年哦，美国有迄个原子弹出来，啊，去停咧这个，Nagasaki 跟 Hiroshima， Nagasaki 是长崎。啊，Hiroshima是广岛，啊，龙，
啊，我有听过这个第一人称，伊讲哦，伊第一个希罗西马迄个所在吼，诶山顶，吼，啊，伊就是台湾少年家啊，17、18岁就钓去做兵，啊，伫山顶哦，啊，美国诶原子弹降落了，迄个东京诶总部。打电话来跟这个团队啦吼，这个姑娘讲，哎，恁去迄个希罗西马看卖者，为什么阮为东京吼打电话去希罗西马重要的这个军事基地波拉加，啊，打去鬼政府吼，迄个市政府吼，啊去。派出所拢无人接，真奇怪。恁若派兵哦，落去巡，啊，印度坐军车哦，都来这个广岛来，啊，真日日来广岛时，看到一个情形哦，连救人都免救人，迄人哦变成一个影，乌影白头发，啊，人唔知走到去，挥发掉，蒸发掉。这个原子弹的厉害，啊！你说一日哦，啊，无救法啦，啊，因嘛真着惊，哪有这款的，哪有这款的炸弹，那么炸？啊，刷了日本天皇，就在这个8月15日宣布哦，无条件投降，你讲什么条件拢冇用，不投降。啊，日本安尼做也是正确，啊，日本。导航哦，伊导航的方式是安尼哦，在中国导航，哦，啊，中国是打败仗，中国一路是打败仗，哦，在中国地区是沿海各省拢叫日本人占领，啊，但是日本人要撤退，要撤退的方式哦，是利用这个伊家己的军队。甲伊家己个变形先捡靠起来，靠起来，哦，啊，后上来更靠一点，啊，日本个武器甲交部队，啊来了了撤出来，哦，所以日本人撤出中国吼，基本上是无啥物损害个，哦，啊，伫台湾嘛同款哦，吼，伊来开始撤出，哦，啊，但是台湾。一切安定，啊！退出中国水土回来啊，哦，咧抢劫，啊！新的政府吼，无法度应付，咧中国新的政府无法度应付，大爱叫日本兵拜托你卖走，你较紧来家己啊土回，就一件事发生，所以这个日本导航的时候，这个。刷了国发生就是苏联军队哦入侵，苏联军队哎看日本导航哦，较紧就去接中国东北，因为日本撤退嘛，哦，这样东北。啊，台湾呢？台湾哦，依据美国麦克阿瑟将军的行政命令。叫蒋介石带伊个部队来接台湾，哦，甲越南北纬17度以北个北越，即两个所在叫一个蒋介石个部队。啊，蒋介石个部队入去北越，这样代志成功。你蒋介石个部队吼，就真垃圾。佫无卫生，啊，佫无配军纪，啊，越南人吼，一看迄个北，即个过去的全部法国占着越南吼，嘛是安尼，兵兵兢兢吼，啊，那中国兵来吼，四处杀人啊，吼，强奸啊，甚物都啰里啰嗦的代志拢直直发生，啊，真生气，所以迄个时候。就这个越南政府，吼、哦，
转甲即个要求法国出兵，哦，甲中国军队决战。啊，即、這个越南就开始就伫法国的抗战，转甲即个就该叫部队越天战。啊，法国提出一个条件，中国人无法做拒绝。伊讲你若把军队撤到越南吼，我法国跟中国的迄个不平等条约吼的利益吼，拢来取消了。啊，你想了嘛袂歹的，因为伫上海还佫划租界区啊，哦，啊法国还佫占本来所在的吼，哦，啊你你若恢复原状的时候，即款物件咯会叫法国退，啊想想还好，越南退。他们越南的代志解决了，啊，台湾的代志都是中国军队的啦，啊，中国军队跟咱台湾人有什么区别？咱迄个时阵的观念是讲，咱台湾人就是中国人，这错误的教育，结果你也知道台湾民族跟中国。民族吼，去查天查地，吼，咱聊聊来讲。这张图你一定爱看，这是十月二五在咱即阵台北市的中山堂的受降典礼，哦，这什么旗？苏联的嘛，哦，啊，这个吼，美国国旗啊，新条旗，这中华民国国旗。这个是英国国旗，是受降时对这四国来投降，不是对中华民国投降。所以中华民国是号称打败仗的战胜国，一去都乾隆建书嘞，他在即即嘛我战胜国的姿势，就来台湾，打败仗的战胜国，就来台湾。所以这种相片很重要，是证明嘛。现在你来台湾了，发生什么事？中国军队、中国人跟台湾人的区别，要来讲清楚。中国人的识字率3%，一个人想看字3%，他所以不捌字的吼，97%。啊，台湾人识字率几趴先？70%。啊，那的台湾人捌字的，比中国人捌字的低遐尼多倍，这有原因啦。因为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，规定台湾人爱接受国民教育，这是一个强迫，也是一个义务。你无去读书袂使，哦，所以国民学校就是每一个国民拢爱读，强迫。所以咱的迄个识字率，那少年人大家拢爱背，哦，入学迄阵讲，95%的囡仔拢爱去读书，拢找到囡仔，囡仔都爱。啊，中国奈个3%，这个数字可疑无？因为中国人吼、哦、要读书，你爱去高级，你爱去迄个私塾高级，你才有法度读。吼、哦，啊嘛无义务的，就是你若捌几字啊就好啊。所以中国人的捌字3%。怎啊个讲？即、这个咱台湾人在日本统治时间，咱的生活水平是亚洲第一冠，亚洲第一冠日本，第二冠台湾。哦，咱的国民所得，哦，迄阵是算起来是美金100多美金啦，吼，哦，当时100多美金，甲即阵即个大概咱即个算几万块美金，吼。
意思同款吼。咱个迄个国民所得一块，吼，咱生活，咱台湾吼，台湾钱用卡巴，吼，四季有出山，有湿，吼，有食个，吼，啊，毛花销，咱为荷兰时代吼，咱台湾就是一个外销导向的粗糙国。咱台湾就是吼，因为荷兰人来台湾，看到台湾吼的气候，嗯，伊这气候袂歹，来接甘蔗，啊，所以摘一挂甘蔗，伊来，他就接甘蔗，啊，接甘蔗出口，出口去荷兰时代记录是去日本，出口去伊朗，中东的一个国家伊朗。啊，荷兰是一个商业民族，所以赚真多钱。啊，赚真多钱，所以台湾钱用卡巴贵迄个时就开始，吼、哦，贵迄个荷兰时代咱就开始。啊，到甲日本时代也可是同款，吼、哦，咱台湾吼，还佫有出身上路。咱的樟脑的产量吼，樟脑吼的产量是迄全世界70%是伫台湾。啊，迄阵，那做哪讲去有办法得着吼？咱是我是叫做裸鱼啦吼，就樟脑油啊，不很多。啊，就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了，这化学较发达。现在吃的糖的油啊，哦，已经是用了樟脑做的，哦，但是当时樟脑非常重，哦，咱台湾是用卡巴，啊，这个，咱台湾人跟中国人还佫一个真大的区别，咱台湾人守法，法律规定安怎，政府公告安怎，你照样行。啊，中国人哦，很不义啦，哦，啊，乱七八糟，哦，啊，自然，伊的迄个修法，无迄个法的问题啦，哦，这个2008的时阵，哦，有一个叫做柯远生，这个中国的这个将军，伊讲哦，你安尼一路。怕死人哦，打死99个没有关系，拢好人拢无去，只要有一个真的就行了。你看讲迄类即款什么话？打死99个无要紧哦，只要你打死一个真的哦，反抗迄个中华民国的哦，啊就好了。对，伊来台湾。中国军队来台湾，吹讲同胞，啊，其实把你看作敌胞。大家来看，这张相片哦，这张相片，这支枪哦，拍落咱头壳内内血走走出来，这个就是红军的一种枪支，叫做打母弹。打母弹是英国人发明的。诶，印度这个，这款枪支拍落，普通的枪支拍落人体内底吼，你唔着甲你撞击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是搞伊你的体内，吼、哦，我撞落去了，搞伊身体里面。啊，打母弹无同款，打母弹拍落了，当咩人体内底爆炸，啊，甲你的器官吼，你拍落。巴肚把你胃啊、肠啊，拢把你破破碎，吼，啊，拍就头壳，即款，即个国际公法有规定，袂使用打母弹，但是中国人，去摕着打母弹，专为咱台湾人啊，来弹落去，即个原因，即个中国人。
1945年十月，在这个美军吼，美军的协助下，因为中国无海军啦吼，沿海各省拢叫占领去，闹海军，啊嘛无法度运输伊的军队来，叫美国军队、美国军舰，哦，带着这個中国兵飞过来登陆，哇！啊，台湾人想讲，哎，咱中国人咧吼，看中国人伊来，来欢迎咧。不过，这个欢迎的队伍看到这个中国军队吼，是草鞋布鞋，有人穿草鞋，有人穿布鞋啦吼。啊，有诶打兵打啦，啊兵打头前放一寡物件，啊后壁放一个囡仔，吼，啊来打入来，啊迄个军队诶，迄个制服啊，穿啊乱七八糟。台湾人看到讲，这就是中国军，大家看到了就散发，诶过来。本来想讲，啊你要安怎甲日本军比？日本军拢制服拢整齐，啊当然路咧行路嘛是齐步走咧吼。啊是中国人社会较乱，啊中国人诶教育程度低，吼，啊无守法。我就捌在听伊讲，即个中国人去坐台湾人、台湾的巴士，啊，车长要甲伊收车票，啊，伊为车长出过来收，车票都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当时吼，即个中国人是来进入吼，安奈发生二礼拜，咱即块来比较这两个民族，吼、哦，咱台湾民族最近。一个马街第一的迄个林玛丽，吼、哦，医师吼，伊、哦、研究这血统，讲咱的血液85%是皮肤族，那个皮肤族混合着，吼、哦、啊，程度高达85%，哦，因这个程度真高。啊，我伫研究台湾历史，这个数字是毋是有可靠？哦，这数字是个可靠，安怎讲起来？咱有一句台湾话吼，讲鹿港死一半，蛇头有少几只，什么意思？有人知影无？鹿港吼，死死的吼，有一半，吼，毋是死的一半，死一半，吼。啊，蛇头吼，死消的吼，归真人，吼，消就是消河的消啦，吼。啊，蛇头消归真，吼。啊，哪会归真拢死消，吼？啊，鹿港哪会死的这么一半？其实是无可能，即来照人口的移动个袂安尼，啊有规整拢是大，啊有规整拢是二，哦，即款个情形，即拢是哦，基本上拢是被剥削，哦，啊汉化，伫关键个时爱汉化，汉化个时，嘿，即、這个啊我要试下，吼、哦，啊你试下啊个。哎、啊，你姓啥？哎、啊，你姓戴，姓戴，我嘛姓戴，啊，大家拢规阵拢戴，拢姓戴，哦。所以这个物件就是讲，你若去为这个地区吼，你若规阵拢姓一个姓吼，还是大部分的人拢姓一个姓，这拢是无作的遗迹啦。哦，过来，满清统治台湾的时候禁止。人移民来台湾，移民来台湾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禁止还禁止，啊，但是人还是继续，因为台湾钱用卡巴来啊，台湾都好势，都生活都无，拢有保障滴个吼，拢较好过日子，所以偷渡过来台湾，啊，偷渡过来，咱有一个叫做乌水沟，咧平湖附近就是乌水沟。这个乌水沟哦，
这湖水到水水流是非常上百个头，哦，速度差不多30英里一小时啦。讲紧啦，无讲正紧啦，吼，但是有这个洋流的。啊，我看以前讲的部队就来台湾，嘛是经过湖水到，无甲一代停落。啊，那为咱这移民的船吼，为这湖水到的船吼，咱有一个俗语在讲。十去六四三楼一回头，十个去吼，啊六个死在乌水沟，吼三个老的台湾，啊一个算讲啊，台湾嘛无讲过啊，盖好不等，吼，十去六四三楼一回头，所以来的人拢打波，啊打波的时，咱的这个台湾的地波族的社会是。母系社会，查甫人是老大的，一间厝吼，这个财产吼是留予查甫囝，不是讲留予的，这大汉查甫的吼，这是母系社会。啊，这母系社会吼，是要结婚吼，就是招查甫的来吼，所以查甫是。男女吼，甲咱即马过年都要做伴吼，查某是家庭，啊，即马生囡仔出来，啊，要死啥物？唔知影咧，比方说无阿无孙子，阿无生啊咧吼，啊就好啦，阿不死迄个，这查甫个吼，你死啥？啊，姓王，啊就姓王，吼，所以讲讲讲汉话，吼，这就是讲咱。咱的血统对85%是闽波族的第一步重要的第一步。啊，咱阁受到这个文化上，甲中国人绝对无同款。哦，所以咱的生活水平真高。哦，啊，因人真低。哦，啊，真低的人来管管的人哦，这分队特别多。咱的迄个寿命，台湾人的寿命，第一，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，哦，咱的寿命大波，哦，是41岁，当时41岁算讲回来了吼、哦。日本人哦，卫生条件较好，是49岁。但是中国人的寿命吼，唔到30岁喎。先问题啦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因为中国人吼、哦，在迄都市内底吼，也无迄啰，咱讲狗啊，阴沟，无阴沟啦，吼、哦。我最近去印度看，迄印度嘛，伊还佫无阴沟咧。迄啰外地的水患，就流去几啊落去啊。无阴沟啊，所以卫生条件真歹，哦，所以中国人吼，会去寿命较低，哦，啊，即马即个两岸三通了，中国人就结一个，结一个台湾，啊，炸什么礼物来台湾？你知无？咱台湾硬抓。绝迹的这个疾病，霍乱、疟疾、伤寒，哦，这些法定的传染病在台湾已经转接了，然后全部拢给你炸，炸到什么程度呢？炸到一个咱在布袋迄个所在哦，布袋港哦，因为布袋是离中国上近的，啊，中国啊都。台湾只因家帮，就中国人都把你算进来了，吼、哦，啊就来，啊但破地点咯，啊所以破地迄个所在吼，迄个传染病特别高，哦，所以包括一条锁啊，一条锁啊，就把你围起，破地不使进去，人也不使出來，哦，即台湾吼、哦，就开始咱的生活开始降低，大量的降低，
不是降低一出啦。咱本来是伫活诶，参上天堂诶国家，国家来着，有通食，有通穿，吼、哦，啊生活悬，啊中国人来了，都假咯。但是即卖中国教育是贵，建楼了，把你手机假了。甲大家讲，啊，恁都本来就安尼，伊，但是手机，啥物手机，咱钱敢无去用手？有，咱去用手换个钱，会使讲所有财产拢用手了了，世界上大个手劫发生伫台湾，恁捌听过四万偌一箍？应该，啥物叫四万偌一箍？这就是酒界少的部队，但伊来个台湾登陆，看台湾人生活这么好，啊，开始讲啊，恁拢在用日币嘛，啊，不再用日币，即马爱用台币，这就是咱去工作用台币，爱用台币，啊，台币去印钞票，啊，印钞票吼。动作无快紧，先咱们纽约吼，叫纽约的印刷厂吼印台币，啊，一九四六年开始发行台币，一块文的台币等于一块文的日币，迄阵日币的价值，吼、哦，美国宣布是十五块日币等于一块美金，吼、哦，即马敢若八十几块啊，几十块，吼、哦，你就是一块一比十五，啊，台币，你伫银行寄一万块，吼、哦，日币，啊，就甲你转做台币一万块，安尼敢若真公平着无？看个公平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落台湾伊就钱换。啊！中国政府吼、哦，伫台湾银行开始发行台币，发行迄天是准备260万台币转到发行260万。啊，这260万发行的时阵吼，偏偏迄天有一个中国人。来个台湾银行的总行的柜台吼，啊，摕一个箱啊，讲伊要寄钱，啊，寄啥物钱？如假包换的，为纽约引出来的台币，偌多钱？300万。你也知，咱迄阵发行的时吼，咱260万，啊，伊都来寄300万呐。啊！但银行个总经理惊一个，你钱位倒来？你是啥？你知影伊是啥？伊是宋美龄吼，个兄弟叫做宋子文派来啦。宋子文是啥？宋子文是中华民国个行政院长，啊，行政院长就伫印台币，啊嘛一时挂袂起个。啊，家己用，啊，就叫伊个人来台湾。所以台湾吼、哦，为中国人来讲，咱就衰吼、哦，咱个财产就失去一半。哎，这当年看到吼、哦，你敢会使掠台？掠这个这宋子文会使掠咧？啊，你安尼甲我印钞票，安尼当年家己吼，咱们台湾印刷厂厂也袂歹吼，印台币，较去印，哦，啊，台湾的币，就那讲当时一斤一块，哦，啊，你有几斤？你这几个称号几斤？哦，我讲我交10斤，哦，1000块，币拢不来，哦，啊，即嘛台湾币少了了，即嘛会不会就是的，我讲无币啊。你两块来，我嘛卖出去，啊，无10块来卖，10块啊去过去收购，
十块一斤，一块变成十块，十块变成一百块，一百块变成两千块去安尼。到阿尾就一块变成四万块，甲台湾所有的资产，哦，我钞票哦，甲你买，甲清清楚楚，拢甲你买买。啊，咱台湾人想讲，这台币，这政府发行的。有伊个公信力，咱会知中国人发行个吼，无迄个公信力，伊家己在印。但伊家己，但伊个部下会看到中国个阮个头家嘛在印，阮在阮兜阮嘛家己。啊，所以四月底印啊四万外一块，啥物叫做四万外一块？讲较详细啦。所以讲，你有一台汽车是变，价值200万，啊，我即摆有50块互你，甲你解决，啊，你叫40000块啦，哦，啊，你看你到有几台变，我拢50块才甲你买。咱台湾人吼，全散落，叫中国抢劫，这是世界上大诶抢案。第二间来抢，但是这项代志哦，不是安着耍，哦，到啊1949年才发生新台币，哦，我四万块换一块，哦，这个四万换一块，但是，哎，蒋介石不是傻瓜呢，蒋介石不是傻瓜，伊知影讲，哎，安那有这代志。那会使印钞票，啊，着即个推下面嘞，大家拢来安尼，物件拢互你，物资拢来，互你提。所以吼，就开始学一招。在1948年，哦，印金元券，恁在捌听过？这金元券就是讲 ，as good as gold， 我这个这张钞票。就跟黄金一样有价值，啊！在中国发行，啊！恁兜诶黄金吼，恁若无摕出来卖吼，你罚款，爱枪毙，啊！迄中国人讲爱枪毙，哦，所谓钱吼，安尼对中国捞一票，啊！听讲即款金工走来台湾啦，哦，啊有影无？即阵嘛爱追查，即、这个中国蒋介石印金元券，寿命敢若一年外，那叫做碰到底命，去啊，都无人相信啊，无人批啊，啊，伊个黄金船为上海出来，结果呢，无来台湾，先去菲律宾。因为这项消息，我是第一人称，为第一人称听到。伊讲伊就是坐这台黄金船哦，但是这台船哦无开来台湾，因为1949年的时阵哦，蒋介石失去中国，台湾敢安全的所在，伊爱把黄金放在上安全的所在，台湾敢是？伊第一个 choice， 绝对毋是第一个选择个，伊吼再离婚一遍，这是一个循环吼，买手机哦，掠去黑小道吼，你懂个啦，掠去黑小道，啊伫对外迄个同学吼，我一个同学嘛，伊有掠去黑小道，伊讲我就伊在船度走来黑小道啊，佮第二个证明。讲诶，你信任有一寡黄金咧，吼、哦，信任，往古来诶所在吼，有存一寡黄金，一寡黄金吼，结果迄个陈思梦吼，迄阵做阿扁诶，重要干部吼，有一去看，伊出来诶演讲讲吼，迄内底黄金是啥物咧，拢是。
黄金的金杯，哦，金盾，哦，即寡拢有掺杂质的。你要做金杯，你敢会使用乌啾啾啾的金条落去做？你爱掺一寡杂质，啊，即寡物件哦，歹卖，哦，啊，所以即寡物件不在台湾，哦，所以台湾钱哦，叫中国人啊抢了了。四万多一块，差不多差不多，咱会散落去，咱拢散。而且哦，全国足结婚的，大家拢无钱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因为海军失利，吼，台湾出产的米，运去高雄港，运袂出去。所以高雄的仓库内底堆个几啊仓库哦，拢是米，拢是糖，拢是一寡物资。啊，中国人来，哎，正好，哎，我去上海去卖，啊，钱赚了起来。哦，所以台湾人向抢劫，啊，台湾发生了粮荒，哦，二礼拜就发生。二礼拜的发生有一个特色，台北发生抗中国人，结果新竹、台中、嘉义、台南、高雄、桂林，大家所在拢同一时阵拢起来，听伊讲台北在抗暴，迄阵就起来。你要知讲当时的生活哦。是真艰苦，拄到一挂中国人抢钱无法，对吧？还佫无根据、无军纪啊！我细汉的时阵哦，一路在行，啊路边有亏，啊中国兵啊吼，集体几百个人吼，安尼很可能咱们也得睡一铺，这就是中国兵，这就是中国人。啊，咱台湾人就并不做了。啊，过来，这个中国兵的军纪真差，但是到我今仔日，还阁无发表，有偌侪台湾查某叫中国兵啊强奸的，啊，我伫查这样代志，我查这样代志，我要求。在美国的一个医生，我讲看你有法度去提这个资料，因为我看到迄个德国的资料，德国的资料是安怎讲？苏联的军队入去东柏林，苏联的军队嘛是军纪歹，为十七岁到到四十岁查某。平均一个查某哦，从中间八名，哦，啊自杀的有三万人，这个是，包括这个德国的总理夫人哦，即卖已经，这总理夫人当时是敢若十三岁来个哦，甲因老母当时叫苏联兵中间。啊，这个查某囡仔变就大，你看哦，嫁予这个总理哦，啊，因那是为了这项代志去自身两边，哦，啊，因为报道就记录发表出来，三万人，啊，有一百多万人的查某受害，请问台湾的查某受到中国兵啊的强奸，几个？我统计数，但是咱会使为迄个时阵有几个人自杀，我去找到转来，毋是所有人拢会自杀，但是这自杀就会去查着哦。中国兵会恶死，因为咱台湾民族甲中国民族是无共款的民族嘛，无论血统，无论思想。无论生活习惯，拢无共款。一个
这个爱讲给大家听，知影讲哦，还佫有这款代志。但是伫中华民国的教育下，大家拢接受儒化教育，恁乖乖来做奴隶，啊，这佫刷落去，血水付出，咱付出血水，什么叫做血税？荷兰人来台湾的时候，叫咱台湾人去做荷兰兵，配荷兰兵打前线。啊，这个叫做伊是有靠人头税，啊，这个叫做血税。你用你的性命来配荷兰人服务，哦，这个血税。中国兵来台湾，就一路的哦。看到少年家，大伯抓去，抓去咩东西？抓去做中国兵。啊，那都爱抓，抓人做兵，因为中国的制度，就讲钱赢500啦，啊，赢掉摕500分的薪水，500分的粮草，哦，啊，应该爱花好500啦，哎，阿姨，那就欠500啦。有200人来就吃多了，200-300人来就好了，啊，出来的钱都拿六拿了，中国人看钱特别重，哦，无守规矩，啊，所以来到台湾哦，啊，这部队哦，到一个时间就要点名，你有500人，哎，啊，就较紧的去路的哦，抓少年家，看到少年家就来抓，做兵，哦，结果这个兵哦，真紧哦！这个228结束了后，这个这块兵就送去哦中国，哦去参加中国的爱情，哦，这就是咱台湾人为中国人付出咱的性命。啊，去到中国哦，啊，中国兵佫有一个特色，集体投降，集体投降哦。所以咱这台湾兵哦，转变成共产党兵，啊，变成共产党兵，这个发生战争吼，即嘛是国共内战，国共内战，伊个蒋介石派来台湾了，屠杀台湾人的一挂军队哦，来调去上海去战，啊，上海那边的共产党的部队吼，啊，台湾人才讲，哦，你一挂人哦来去台湾杀咱台湾人，吓吓。专把这个共同军队军队歼灭，哦，才够这个记录。这是这个在台湾发生的这个228，哦，所以咱大家知啊，228安尼发生有后遗症，咱台湾的后遗症是啥物？就是哦，歌曲拢是唱迄个靠调啊。拢唱迄个 B 曲的，啊，还是一段的，哦，拢在唱些拢无乐派，哦，我咱这个民族受到摧残，哦，咱那位置会变去，哦，啊，今仔这个时间，差不多啊，哦，啊，我来讲，不感谢各位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